超人要出动喽！出发，去找人哦！是谁啊？有谁在呼救啊？哦，原来是幸运人啊！你放心，我来丢救生圈救你。呀，我得救了！我要赶快上救生圈啊！面包超人救我啊！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好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天啊，我好想要赶快回岸上啊！面包超人，赶快载我回去啊！好，没问题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哇，这么大风大浪啊，掉到水里面还比较安全啊？怎么会呢？这船上会比较好一点啊，我们赶快到陆地吧。终于到岸上啦！面包超人，拜拜喽！我要去做坏事啦！好，我是雷音山，大家好，我是丹娜。Hello， 我们今天介绍什么？噔噔，这是面包超人的水车洗澡游戏组，这个是水车，它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玩哦。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吧。哒啦，完成喽！就是面包超人的水车哦，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可以转动的，然后这边有轮子，这里也有一个圆圆的轮子，上面当然就有主角啦，面包超人和细菌人。好，那它是要怎么玩呢？看，这样就可以浮在水面上。这边轮胎可以把它拨下来，把两个轮子拔下来。你看，这是细菌人的图案，而且它是正方形的洞洞哦，所以是细菌人。然后这个看起来像粉红色的，然后这边是圆圈圈，是面包超人，然后它是游泳圈哦，放在水面上会浮哦，看它会漂浮呢。再来是它的房子的上面哦，这白色的地方拔起来去捞水，你看下面就会像下雪花一样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是空空的，我们可以装水。装好水之后呢，轻轻往前倾斜，它就会像那个风车一样那样转。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它就会转喽。潜水艇出发！哇，全部都夹起来了！细菌人怎么逃出来了？这面包超人在里面。还蛮会平衡的。水啊，翻船了！翻船，这船还裂开了。今天的面包超人水车洗澡组好玩吗？好玩，小安娜可以找看哦，它很有趣呢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